公司里面钞票怎么塞了一样？对了，几千万就再交钱，几千万。你去上厕所。然后一张卡转了50万，50万，然后我们在4分钟之内就把它冻结止付掉了，然后20万也已经现在已经追回来了，他两张卡加起来差不多有2400多万，如果没有及时的采取措施的话，损失的数额还继续往上攀。